跟各位介绍一下，就是像这些去背好的图，我相信大家应该不太喜欢花时间去去背，啊，要花很多时间。那所以呢，最近我部落格有写一篇文章，您可以来看一下，这里在最上面往下，这里有没有插图栏的去背或者怎样？不会去背吗？哎，为什么要特别写这个？因为对岸称抠图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现在学校有那个大陆专班，就是直接来台湾。我们以前就是交换生，可能都是两个嘛，现在不是哦，整班异地训练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熟悉一下两岸的那个 不同名词转换，他们叫 Ctrl，反正都一样啦。那么不管怎样，你可以找这种叫 PNG 这种图片的格式。那这个是我们现在 HTML5 的标准的点阵图格式。那 Flash 已经不行了，对不对？向量格式是什么？SVG，SVG，SVG，好，像这样。所以呢，您看一下哦，我们按继续阅读，您往下走，在这边，你看像这个，我们就找一找，找到之后，其实这些线上服务啊，或者像去年也有一个叫相片大师嘛，它有7.0有一个免费版，它一样可以做到。或者如果您学校是用比较微软 Office 2010以后的版本，它本身有一个叫移除背景的工具，但是我跟你讲啊，不管怎么样，你是不是都要花一点时间，直接找人家做好了，不是很好吗？这样够偷懒了哈，所以我往下走。好，那我刚刚讲的，以前我有找过用关键字 PNG、SVG，你也可以找到。好，但是我们就往下面，像这个网站很特别，你把它点进去，它是属于 3D 模型的。那 3D 模型你可能觉得啊也没有什么，可是它好处是你还可以自己旋转你喜欢的角度之后才下载下来，而且呢下载下来之后你可以选择要不要背景呢，就不要不要阴影啊，对吧？shadow 的部分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啊。虽然它下载之后会有这个浮水印，有没有？但是应该还可以接受吧？哎，还应该还属于还可以接受的，好，所以这个还不错，待会您可以看看。不过这网站要注册哦。这网站注册，哎，老师如果不是真心的怎么办？去这些网站，你真有那么真心想注册吗？应该没有吧，你只不过是去玩一玩的嘛。那你都输入自己的 email，所以你不能怪人家为什么垃圾信过滤不好哦。你要会一个关键字，这个我部落格有写过。要会这个关键字哦，好吗？信箱也可抛弃啊，你可以用抛弃式信箱，所以如果你要去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，或是不认真的地方，你用这个就好了。我大部分都是用10分钟就自动销毁的，这里有没有10分钟信箱？点进去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信箱，有没有一个？有看到了哈，你就用这个信箱去冒险就好了。因为10分钟之后就没有了啦，他就找不到你了。因为现在很多网站它都要求你不止注册，还要去收信之后启用信件，不是吗？啊，你怎么都那么怪，很奇怪哈、哦。网络上什么服务都有，所以你往下走有没有一个线上收发信件？你就待会收到信就在这边回信就好了，点到它，点进去，有没有在这边就可以回信啦、啊？好、哦，这边就可以回信，这样了解吗？万一10分钟还没收到怎么办？就跟他讲，神呐、啊，再给我10分钟，我愿意再等你10分钟。啊，如果其实说这样，如果真的10分钟之后收不到，那个网站就不用再去了啦，因为有可能，有可能啊，就是这种被挡掉了，也有可能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真的那么慢就算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就用别的服务找看看哦，所以这个也要会哦。那我们回到这边来，这边。所以其实很多关键字蛮不，我建议老师可以先从第二个开始啊，因为这个不用注册的。大部分这些去背的图，通常都是个人或非商业式使用，所以我们教育使用 OK，好，没有问题。你看我们把它点进去，好，进来之后可以用关键字，也可以往下，也没有很多类别，对不对？1000、1万多个，好，1万多个，你就找看看，像很多人都一开始就注意到这里，有没有？哎呀，点进去，你就找找看，它进去之后还有很多分类，点进来，
再往下走，哎，这个是那个的，好，哦，这里政治人物在这里啦，川普的就在这边，因为我刚上完儿童班嘛，儿童班我也教这个啊，他们就说奇怪，上面怎么没有川普？因为在第二页。这样有看到吧？点进去，你看到这些都是去备好的，所以呢，假设你要这种比较卡，有没有滑过来？是不是这样？点进下去，您就可以把这一张按右键，直接把它存下来。哎，请老师不要直接用复制哦，按右键复制是很不 OK 的，这样知道吗？因为 Windows 的什么 ？Windows 的那个内建剪贴簿会自动帮你忽略掉这个透明资讯，微软。很偏心，他只对自己 Office 好。你如果是复制贴到 Office，OK OK， 其他软体拎到家里可别担心，跟你无关系。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微软真的是哦，啊抱歉哦，不能用按右键复制，在左下角有个 download 了，好、哦、有一个 download， 好，不要再输入这个了，已经下载好了，我已经说明注册了，你不要无聊再注册一个。好，这样子这一张图片我就可以拿来用了，我们来试看看好不好？你从这边一样，你看这两位同学有没有辛苦？我刚讲很久了，还在继续播，所以记得那个循环很重要哈、哦。好，点进来，找到这里，放在下载这里，就是它。请问有没有去备好的？对不对？好、哦，那只要我们确定好 ，OK， 那。这样子是不是就有很多去备的图可以用了？其实不只可以用在这里，您用在简报、用在一般的报告里面可不可以用？当然可以啊，只要遵守那个原则，非商业性使用。当然，刚刚我们看到的这里面啊，其实也有一两个，应该说一个啦，应该说一个是属于就是可以商业性使用的，但是真的比较少。好、哦，这种去备的很多都是不希望你弄，就是。直接拿去用，还是需要你自己花一下时间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没有的话，好，那我就把画面还给您喽。